OK， 接下来呢，是我们的安心班的表演，我们今天有特别请到安心班小朋友来为我们做表演哦。那幼稚园的小朋友呢，因为他们比较属于在懵懵懂懂的，身上还表演。可是呢，安心班在小三到小六的部分，他们是比较属于发育期，所以会有点尴尬，跳起来会有点卡卡的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安心班的小朋友还是训练有加，训练了两三个月，要上台表演了，朋友们。 也是会有播出点时间让他们。